Where will we go? Who will we be? What will we do? Who will we see? It sure will be fun. That much we know. Go, go, kitties, let's go! Go, kitty, kitties, let's go! 打造朋友，看今天想玩什么，就和这里看看吧。Kid， 你看实验室服，还有烧杯，我们来当科学家。对，找出伟大的发现。走吧，喵咪们 ，Let's go！ Kid 和 Cat 跳出魔法盒，兴奋地跑到实验室，开始进行他们的科学工作。欢迎。我是你们的助理林达阳，我带你们参观。哇哦 ，Kid 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得到答案。是啊，例如你的脸有多好笑。那么，你们想要知道什么？我想知道怎么打造完美的朋友。这个点子太棒了，这样我们想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我当你们的朋友，可以吗？好吧，完美的朋友会做我们想做的事。好，那你们想玩什么？推床大赛。对。哦，你怎么了？这个好可怕，我不敢玩。这个我们有办法，只要进入改造室就可以了。可是我不需要改造。你不是想当我们的完美朋友吗？那好吧。给他来点狮子胆量吧！哇哦，还有猴子爱闹的个性，对，还有大象的力气，哇哦，酷！现在把琳达变成完美朋友，来玩吧！哟吼！耶！耶！我赢了，你们输了。耶，琳达，你现在是完美朋友了，再比一次。不要，我玩腻了，我想要玩更好玩的，而且更危险的。我们去玩荡铁链吧。不要，那里那么高，好可怕。对，万一摔下来会受伤，要不然玩球好了。不要，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朋友会做我想做的事，可是我们不想玩。这个我有办法，我知道怎么把你们变成完美朋友。住手！放我们下来，我们不要。快，快跑！等一下，回来。快躲起来！这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陌生人。天哪，小猫咪，你们怎么躲在草丛里？我们想在实验室打造一个完美的朋友。完美的朋友是什么？会陪你玩想玩的，不管喜不喜欢。你们打造的朋友不完美吗？刚开始是，我们把它改造之后，它会做我们想做的事。后来它想要我们做不想做的事。我还以为完美朋友会做朋友想做的事。哦，这下我懂了。完美朋友不只是陪你玩你想玩的，还会找出大家都喜欢玩的一起玩。谢谢爸爸。嘿嘿，你怎么知道？Cat， 我们再重来一遍。这一次我们不会改变朋友，而是找出大家喜欢玩的一起玩。完美，我懂了。我们回去喽。Kid 和 Cat 重新开始他们的科学实验，这一次他们不打造完美朋友，而是试着当一个完美朋友。好，你们想玩什么？推床大赛。对。你怎么了？这种游戏太可怕，我不敢玩。没关系，我们一定可以找出大家都喜欢玩的。玩躲猫猫可以吗？关灯玩，拿手电筒。完美。于是 Kid、 Cat 和琳达找到他们都喜欢玩的游戏，成了完美的朋友。这就是伟大的发现。